冬季的士多啤梨就最当造，而近年日本士多啤梨好受香港人欢迎，所以市面上都多了不少货源选择。好似呢一款由佐贺县出产的佐贺妹小姐，芳香扑鼻，颜色偏红，味道啊好香甜噶，用嚟做甜品就啱晒啦。最近上环嘅 Cafe Life 就同咗佐贺妹小姐合作，推出咗下午茶外卖自取套餐，揾嚟本地插画家设计外盒，粉红色嘅包装加埋九款用佐贺妹小姐嘅士多啤梨做嘅甜品，外形好梦幻，好有日系少女感噶。拿破仑蛋糕一向是 Cafe 的王牌产品，今次就改成迷你版本，外层酥皮香脆，加上日本吉士奶油和鲜忌廉，再有新鲜的士多啤梨，层次丰富。而草莓忌廉蛋糕这个组合就够晒经典了，海绵蛋糕做得香软又有弹性，鲜忌廉质感又滑，卖上满分了。还有草莓慕斯蛋糕，慕斯同样用佐贺妹小姐的果蓉制作而成，非常之抌本，食落啊分外鲜甜噶。如果单睇卖相，最特别嘅就系呢一款啦，芝士蛋糕里面包住圆粒嘅士多啤梨，入口酸酸甜甜。今次下午茶套餐虽然只有外卖，但是包装靓，甜品款式丰富又精致，买来跟朋友去野餐都挺不错的。AN730 的读者好，我们是 Mirror Era， 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